王心凌最近参加浪姐三狂仙回忆杀，不止表演影片浏览量破亿，就连代言身价也跟着暴涨，可以说是节目中最成功的姐姐。而最近超强狗仔葛思琪也跟上这波，12日直接开直播爆甜蜜教主的秘密，却让大家都更爱她了。直播中她大赞王心凌工作非常敬业，虽然不会游泳，很怕鸟类，但为了配合剧情却勇敢下水跟鸽子同框拍戏，直到导演喊咖才忍不住哭出来。而小小小资的他喜欢开大车，爱吃爱逛街，会经济独立，会把狗放在车里，狗仔还要帮他看狗，更重要的是每次遇到狗仔都保持微笑。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心凌真的很表里如一。怎么黑啊？黑都黑不了。而该场直播也吸来超过10万网友观看，好多人都以为葛斯要开撕王心凌，没想到分享的全是他的一些超萌小秘密，让粉丝大松一口气，说本来要砍人，看完把刀收回来了，还笑亏葛斯其根本也是王心凌男孩啊。